马来这个霸气啊！哎呀，你知道怎么选马来？因为马来升级很快。便宜战象海会被他打死啊！战象很怕这个森林，对不对？战象怕森林。刚刚地形很好，只是我这个失误啊。他也失误蛮大的。他失误蛮大，哪里失误？你们知道吗？刚刚那个谁跟我这个提示这个赶路的这个技巧啊，我们立刻会放上用场。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什么？我都赶到这个路的旁边，是不是？在跟他路的后面就好。来试试看这个技巧有没有用。刚刚那个谁跟我这个 keep。也不一定啊，你防守的好的话，对不对？也是这个不好打进去。哇，真的哈，现学现用，打路就是要这样子，好不好？打路就是要这样子。刚刚打出死人哈，刚打出死人。第一场地形最烂了。行云流水，打到很变态啊！行云流水的这个打法，哎呀，怎么又回去啦？才刚讲行云流水而已，这两场地图都比第一场好多了。第一场那个不知道三小啊，他妈来搞我了！他要防这个塔，就是要森林兵。猪全部找到，猪鹿全部找到，不是猪羊啊，在后面。要快点，至少这个16P前就要出门这个探路哦，要不然会来不及。因为太晚知道他在哪里的话，这个升级上去的时候没发现对方家，这个浪费时间的这个优势，所以我得赶快这个把这条路给赶回去。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讲这么快。卡呀，帮忙卡一下。好，大概16、17B就要出门了，要不然会找不到对方。快点，我已经迟到了。快，已经迟到了。早八的课啊，迟到了。视讯不小心脚踢到，就停了。糟糕。你在朗动这个黑暗建筑才可以，这个要不要打19P 看看？我们一次比一次更快，快到他这个发现我们是这个肾亏的男人，好不好？一次比一次更快，打19P， 刚刚打20P 嘛，刚刚8分半的塔嘛，8分40秒塔，我们这是求到8分初期，够淫荡。我没有进步啊，最近在这个原地踏步啊，没有退步就好了，对不对？19分的塔哈，首次尝试19分的塔。19P 的塔哈，19P 放一般文明来说就已经非常快了哈，更不要说是这个马来快85%。
没有技术啊，我们这个说到技术就见效啦。还是太晚出发了，还是有瑕疵啊，太晚出发了。还是太晚出发有瑕疵啊。我们刚比刚刚更快，而且多一个村民来偷盖哈，这等于少两个经济支柱。好。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 siap. Siap, siap, siap. 干，完蛋了！干他妈的！Siap, siap. Aku pembangun, aku pembangun, aku pembangun gedung. 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 siap. 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他请全国之兵来打啦！啊 ，GG 啦！哇，干，赶快！村民赶快不够。这场可能要GG欸。妈呀GG了。果然不能太快了，男人这个会不太不喜欢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死得好惨哎！带个村民去死，带个村民去死！好，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机会，不要怕，还有机会，不要怕，并没有说完全输哈，还有机会，只是几率不大而已，差的没有太前呢、啊。有一点点钱，一点点钱而已，一点点钱而已。其实我这位置很好，我那位置很好。我那个有一个致命的这个没有围起来，这一格没有围起来，导致他这个钻进来啊。塔攻失败怎么办？这个云有示范，塔攻失败怎么办？回家这个继续打，不用维持墙，不用维持墙，维持墙太浪费了。塔攻失败就是这个，回老家。塔攻失败也不要放弃啊，对不对？我死了，六个村民了。Aku penumbang kayu. 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 Siap. Aku penggali tambang. Aku pembangun gedung. 死了六个村民啊！没有围，没有围。塔攻这个围，这个阿拉伯不好围啊，这个力量不好围，该进塔就可以了。我地形还算可以，还算可以，是可以围，半围可以哦，看起来可以吧？Aku penumbang kayu. 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 Aku mengumpulkan. Aku pembangun gedung. Aku pembangun gedung. Siap. Aku penumbang kayu. Aku penumbang kayu. Siap.快点，快点，恢复到这个战前的水平哦！我们虽然战败，但只是一时的，好不好？我们只是一时的战败而已。
还是有机会赢的，还是有机会赢的，只是几率没有这么大而已，几率没有这么大。牧场旁边有一格，有吗？有吗？没有，这我已经围起来了，已经围起来了。我不知道打什么，我还不知道打什么。其实围的话，就可以不用插这只塔啦，对不对？有点，应该要先围的，这地形是可以围的。好啦，我全围死了，全部围死了。我死了六个啊！我死六个，台湾死三四个吧，我也不知道。我死六个村民了。等下跟他跟要跟他城堡决战，绝对不会跟他龟的。跟他龟我就嘻嘻嘻嘻后啊，绝对跟城堡决战。牧场下方，糖果来了。糖果来，我就那个一定要好好打好了，对不对？绝对不能那个漏气的。这边有一格是不是？你说这边有一格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错觉，错觉。这怎么可能输呢？对不对？糖果来的胜率75%啊。糖果来的话，大家回复战前水平快点，35P、38P 上这个上城堡。38P 上城堡，不被凯文帅，拜托。这塔有点白插了，盖。38P 上去。好，就这样子吧，这样不要动了。分数没差很多啊，差个400分而已啊，差个400分而已，不多。差个40%而已。没开视讯是因为我在这个哈、啊，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哈、不用检查，我刚刚检查过，Very good。看我家怎么这么小啊？检查什么？检查桌底下有没有人吗？哇！等一下打这个努加森女，我最强的这个 OP 阵容，不一定会输凯文，他就算这个努兵来，我也不怕，我就有他这样，这剑长是白插，白插的剑长这边。打38P上去嘛，刚刚有说过38P。牧区还很小，是真的哈、哦，牧区还有真的。感谢你提醒我，让我真的想到一件事情。干他妈出不去啊！他这边封一个塔我就挂了哈，他这边封一个塔的话我就挂了。没围好，有围好，感谢你们这个关心，有围好。这样就知道我们那边插塔，对不对？研发这个轮轴，然后点城堡。凯文经济应该有重创了吧？是不是？有重创了吧？先这个自我安慰一下。看女村民撸，女村民有什么好撸的？对不对？糖果这边不要乱说话、啊，他很凶的。哎，没有，他一点都不凶啊，他很温柔的。先研发盖一个四级，我还缺200多木材。哇操，田羊种太多啦，凯文在干嘛？而且他被我重创，好不好？你们不要觉得我只有我重创而已。他也被我重创，好不好？他也被我重创，有吧？他有被我重创吧？木头有点少，不会啊，很大一片，只是怕被塔而已。
再是两个村民阵容，我就要上城堡。上城堡出这个马来的 OP 阵容，不是马来 OP 阵容，我最擅长的 OP 阵容。这个投石车加上这个弩兵，很滚可爱啊，感觉。谁不觉得唐伯虎？阿库妈妈呢？哦，他爆 TC， 他要被我揍，他要爆 TC。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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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毛兵配这个，毛兵配工兵奴，没有毛兵配神女如何？毛兵配神女，最强的 OP 阵容，我说过。家里有个鸡。毛兵配成女，穿越拥挤的人潮吗？哎呀，没有这个木头，没有房子了。不要过度悲观好不好？虽然我也蛮悲观的。还是有机会，机会不大而已，好吧。你不清骑兵女人会。你连这个房子都有问题。哎，认真模式，认真模式。Angkat senjata. Hai.
哎呀，好烦啊！哇干没打死哦。哎控兵要再加油哎、欸、控兵要再加油。控兵要加油哎、欸、这样控兵不行。赶走了不是吗？赶走了。你不是赶走了吗？投资人有信心啊，投资人有信心，好不好？哎，我说投资人有信心啊。这不就赶走了吗？这不就赶走了吗？不要那么悲观了、啊。把他放在那围起来，不用理他，不用围啊。为什么不用围？他跟你说为什么？他跟你说为什么不用围？绝对不 TC 啊！我傻才开 TC 啊！我傻才开 TC。为什么不围？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不围？你知道吗？有人知道为什么不围吗？那个 TC 是我的、啊，不是那个不能是我的、啊。二 TC 才难打、啊，我这种我落后这么多，你叫我打二 TC？ 我落后这么多，你叫我打二 TC？ 是不是这 TC 是我的、啊？赢要冲，赢要说，输要说，好不好？他跑了，跑了，跑了。真的要起二 TC 了，要盖城堡了。从下面打，从这边打，从这边打进去。从这边打进去，他起城堡就要起二 TC 了，因为可能这个会打不进去。
Ya, baginda. Aku ya sakuka baginda. Maju saja ya, baginda. Aku pengerti. Angkat senjata, aku mengerti marwah. Siap. 我起了 T 七了，因为他上城堡，不是他盖城堡。盖城堡真的要起了 T 七，要不然会打不进去。打不进去被他拖就拖死了。他去哪了？马弓神奇不见了。Aku pengerti. 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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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erti. 想办法打进去，一定有洞的嘛，一定有洞。不，现在没办法。其实应该是一 T 七抢帝王的，对。应该一 T 七抢帝王的，对。这边从这边打，趁他这个还没回防之前。先上帝王吧，先上帝王。帝王，阿库潘加里，下，那没机会。然后再出多点生力，小马不用怕，小马不用怕，把家里围好就好，就不用怕。Aku pangkali tambang.走这么快，干，太早出发，太早发射。
Marwan. Aku apa syasana baginda? Baginda. Yasa aku baginda. Dia baginda. 这边有人在挖黄金啊！这边有人挖黄金。Aku pengerti. Aku pengerti. Senjata. Aku pengerti. Ia angkat senjata. Ia. Apa syasana dia baginda? Aku pengerti. Aku pengerti. Aku pengerti. Marwan.干他妈的，很难打哦，很难打。Aku mahir, aku pemangun gedung. Aku panggali tambang. Aku panggali aku benar-benar. Aku panggali marwan. Aku marwan. Aku marwan. 要狙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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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太好了，经济太好了，狙狙。啊，关台吧，要狙狙了。去找糖果这个。寻求安慰吧。卡工失败，好这么惨。狙狙啊 ！Oh my god！ 他这盖怎么盖恰到好处啊？把我这个给打。要睡了吗？哎、欸，打人 OK 了啦，死的这么惨，对不对？照理说应该把我秒杀的，但是刚才是可以想赢他的，只是这个证明书没输很多，证明书没输很多。